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啊。咁成日咧都會有啲家長問我啦，Miss 啊，我小朋友咧今年咧三歲啦，其實可唔可以學節目噶？其實當然可以啦，因為我本人咧都係三歲開始學節目噶。咁但係咧，家長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就因為其實佢年紀仲細啦，同埋啱啱先接觸翻學啦。咁可能入到嚟嘅時候咧，可能佢會有一啲好緊張嘅情況啦，或者可能有機會有啲小朋友咧再怕醜啲咧，佢哋會有喊呢個機會。咁但係其實家長，如果你想小朋友咧真係咁細個已經接觸一啲課外活動啦，無論係跳舞都好啦，其實家長要學識放手。即係打個比喻就係、是，家長喺我哋課室門口嗰度啦，只要咧同個細路仔講一句，你而家要有備跳舞啦，媽咪轉頭收嚟接你啦，好啦，加油啦，拜拜。跟住家長咧就要好放手咁樣咧放低，俾老師去慢慢教個小朋友啦。其實頭一兩堂我哋唔太建議咧家長咧長時間都企喺度望住小朋友上堂，因為其實小朋友咧個專注力咧會轉咗去媽咪爹哋嘅視線嗰度，咁所以咧其實佢喺課堂上面咧佢專注力咧其實都會減低咗嘅。咁所以其實三歲係可以跳舞嘅。不過家長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是，可能佢學習嘅動作啦，或者咧個投入程度咧，可能有機會俾一啲大個少少嘅小朋友咧會比較偏低咁解啫。